差咗好多。基本上是你讲生意额呢就少了一半了，因为我们绿色呢就生意额比红色少的。咁样平均来讲我们只是计收入呢就少了差不多每一间车少三四百元。即是说之前赚开可能有五百、六百、七百那些呢，现在是赚百零、二百、三百元咁上下嘅啫。我问睇翻，听翻啲行家，沙士嘅情况都冇依家咁差咯。基本上对政府系失望嘅。咁啊，佢而家我而家听新闻讲咧，佢而家就话推出一年十二个月帮补我哋啲汽油钱啊。系。啊，咁啊。咁其实任何嘢都会有用嘅，你只不过系多与少嘅问题嘅啫。嗱，其实的士都系一门生意嚟嘅。你做任何生意都是的，你怎样帮都好，你最紧要有生意做。现在问题是没有生意做，你怎样帮都没用。最希望政府可以做到什么事？我想我对他都没什么希望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希望他可以做到什么事，令个市道起翻。我想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的，其实政府都有个难处，虽然他无能的。加埋後面兩個字咯，無力咯，無能為力咯。香港人多一份互相關懷同包容啦，呢個係最緊要嘅。